要门啊。go go 嗯。go！我操！我刚才看中国有嘻哈来着。真他妈行！我太懊恼了，刚才最后那一局。我拉你，上线了吗？等会儿啊，我正上着呢。我看一眼我开没开加速器啊？你等一下啊。啊，行，你拉我吧。你打到几点去玩狼人杀呀？8点。行，那咱们好好打。啊，这好好打可以吃两盘鸡呢。不是好好打的话就能吃一盘鸡，是吧？对啊。可以，没关系。哎，最好还是别让我那个什么，最好你最后还是别先死，要不然太慌了，操！我他妈也不想死，你还不跟着我跑？刚才你跟着我直接跑到那个树中间，你的圈咱俩，那我行。快，你上了吗？你邀我呀？你还没上线啊？不可能！哦，我操，拼错了一个。我手机。您是把我手机拆下来，哦，给你手机充的电。哦，我忘了。3、4。那我去吧。你当时也不提醒我一下，让我换一下劲儿啊！操！我来想一下，我应该换个劲儿打的。操！不应该拿四倍劲儿打的。这都不是问题，我操！你他妈提醒我的就是有40万人看我，操！我他妈能不慌吗？没关系，没人看的时候一打一我都慌。我操！没关系，小事。哎，你说这个，我就是如果开个瞄准镜走着打得准吗？肯定不准吧，我操。我刚才我拿鸡苗那个人不动会儿，我走着打他不小枪。嗯，听听咱俩飞 L 城啊，走。你看有人飞吗？
没有，吹牛逼呢，谁能飞？今天没有超级星期日，超级星期日要黄呀！有人，就在我飞仓库了，他是吧？没有，就在我身后，他要飞餐厅。哎，你从中间这个房子搜，你能知道自己搜了哪没搜哪吗？我感觉我必须得从一边搜。我操！你看、哎、怎么这么厉害？我操！你这死的也太快了吧！操！赶紧的吧，我去干他去吧。他在哪儿？餐厅干他，他什么枪都没有，就把那个物资、他赢我一手那个一级甲，我没有甲就没有打败他。他在哪儿呢？就在我附近。哪儿呢？就在我附近。那、哎、也没什么可舔你的哈。对，我鸡毛都没有。头盔，哎，对，就是他，真特厉害，我操！喂，这个 V 太急了，我捡的头盔，我操！这个 V 太急了，我操！哎呦喂，我怎么着？我说把这个队给拆散了，我再过去。我就看着这个头盔。哎呦，真是有！太僵了。不是你丫死了以后，你切视角了哈？啊，我他妈能切我自己那个？不是你要是就是死了以后，就是那个视角，你就能看见他。哎，等会儿啊，我被他打的掉线了都。我操，真行！什么玩意儿？等会儿啊，我重新进一下。他妈的 KDA 掉到3点多。我 KDA 上一了，1.12了。那太厉害了。那、啊、有明显的，已经飞跃般了。我重新登一下啊。不是你当时要是，我跟你说，有的时候你就是。不关照我的视角，你就能看见他的动向，你知道吧？嗯。哦。竟然在那儿机制了，那个地方好啊！对。我操，这个被他击死了！哎，他也不捡那能量饮料，我操！我当时其实就觉得那能量饮料挺诡异的，哪有不捡能量饮料的呀？就算不舔你也得捡能量饮料。这人太心机了，真他妈心机，真他妈钓鱼！我操，这就是所谓的钓鱼。真的狗，太狗了！怎么这世界有这么狗的人？我操！不是，咱俩因为吃了，咱俩都吃了三盘鸡了，咱俩分高了，碰上的人厉害了，你知道吧？现在这帮人跟咱们玩智商了，我操！哎，为什么我看老外玩这个都爱第一人称视角啊？他们可能玩那个之前的那 CS 什么的玩惯了吧。
但是第一人称视角岂不是看的东西会很少？人家不需要看那么多，人家就是想法牛逼，可能。而且不是这届比赛里边有那个第一视角的比赛吗？他们是不是也练啊？就第三视角已经练得牛逼了，所以就用第一视角了，就是要精通这个游戏那感觉。我觉得可以去这个地儿。啊，可以跳了。比赛都是第一人称视角，为什么？凭什么？那我就以后怎么参加比赛啊？我参加比赛怎么拿名次？你要参加比赛的？那肯定啊！我操！你看看别的主播玩，你好意思参加比赛？那怎么了？不是这个游戏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游戏一定是……你他妈可真行！你等什么时候有人说你是外挂了，你再琢磨参加比赛的事了吗？妈逼！你们观众没人说我是挂吗？你他妈挂得倒闭啊！知道你用的人家被挂。现在想想，我狼人杀老说人家老说我作弊，其实听这么想下来，一下心情就好了。是不是？你是在我旁边的吗？是啊，我没在你旁边。这是你妈 98K 啊、嗯、什么 98K？ 这个屋就咱俩人哈。对啊，我操！什么？没事，捡了个那个什么，捡了个三级防弹衣，哼，没什么事。哼哼，不过如此。还有 AK 啊。哦，我给你拿一弹夹。行。我靠！这块有人吧？哇，这我就不会玩了。我还打了一把 M4， 哇，牛逼啊！我给你垂直握把，你要吗？要。垂直握把你都不要？你那边的三间屋子都搜完了哈？都搜完了，是吧？嗯。
多塞碗你要吗？塞碗要啊。我给你讲吗？你有居的恐龙难点吗？我给你找找。红点你要吗？有人，我这有人。你什么方向？来我这，来我这。什么方向有人？就我这，你看我地。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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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！我靠，那边呢？右边呢？你右边呢？你右边，我前面。有人要补我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前面一个，后边一个，大哥，他们两个队，他们是两个队。不是，是你妈后边的，我后边有人，对，两个队。我就说哪儿打我呢，后边也在打我。你右边一个人，左边一个人，前面一个人。真他妈行。我天啊，我都肥成猪头肉了，我靠，我还是死了，这太遗憾了，真的太遗憾了，这太遗憾了，太遗哎，我不应该直接往你那边那么跑，靠！我还能反击他们一手，其实，他们肯定已经发现你了，而且不止一个人发现你了，你知道吗？两个人在击你，然后还有一个人，有一个队友准备救他，然后你击着一个人，就是他们两个队。破局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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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我想想啊，咱们飞哪儿？我给你找一牛逼的地方吧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一步一步来吧，没必要上来就神装。就是咱们可以慢慢发育那种，行不行？就是对对对对，咱们只会遇见一两个对手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哦。你别一件神装，一件神装完了你就想跟人找人啥，然后咱俩就死了。咱俩最好是还剩二十个人的时候，咱们才搜完装备。跳这儿，是我最跳。我操！太快了，这个。这个地方绝逼没人。这个地方我已经看见一个人在往下落了。你俩不可能来一阵儿。除非他这地方我没怎么来过呀，但是除非他脑子有病。不是这个地方有装备啊？当然有，我操，这块肥着呢。这我跳哪儿啊？跳！我操，大哥，这块人可不少。哪有人？我怎么没？还没屋子。啊？有人，有人。哪有人啊？有人，我这儿有人，我这儿。这是枪在哪儿捡啊，兄弟啊？这儿没枪。这儿没枪，都飞过来干什么来了？可以捡一些头啊、护甲啊什么的。我操！那他也没枪了呗？他肯定也没枪啊。那就行啊，那我不怕了。有子弹啊？有枪，有枪。那行，你还好歹找一有枪的地方落呀、啊。哎，这儿有子弹，还真是。中弹。没用啊，这些东西。
那人在哪呢？我有枪。你有枪？啊、嗯。我带你去，来。走。来，这儿，这边来。来。这儿一垂直握把。那这还一个快速破龙弹夹啊，这是捡装备，我操！看见了吗？哪儿呢？就是这附近呢，他刚才掉下来就是掉的，对，那堆箱子那块儿。哪里面有人啊？就在这儿。那有手榴弹。我操！你是你打的吗？对，看见了。在哪儿呢？我好点扔错东西了。哇操！我这，我只能救你。我把枪给你，枪给你，别救，我把枪给你，别救，我把枪给你。你他妈！不是，我没有想救你，我切出去了，我切桌面上的。你他妈救我干嘛？我把枪给你，把他干了呀！不是，我是想，你让我别救了你，我忘了怎么取消了，我切桌面去了，你还切桌面干嘛呀？我点错了，我切桌面去了。真他妈行，你可啊！哎呀，我操！合着我一人没枪，他们都有枪，都是手枪。我的锅，我切桌面去了。怎么能？哎，是怎么取消来着？就是不想救的话，你有很多种方式，你他妈动一动就能取消。你下次你这样，你心平气和的跟我说行吗？我操！你别说那么激动。我操！你激动，我他妈就激动。我激动，我这手就。不听使唤了就，主要刚才那两个人没有想到，他们俩也能跳到这种地方。切桌面我就切出来，已经晚了。大哥，你跳一个咱们跳过的地方，慢慢发育，别这么着发育。我操，这个我受不了这个。行。我操！咱们可以跳这儿。行，别，不跳这儿，我不去。No，这个黄点表，No。不去的，那就去水城。这好像，对，不去 ，no。你呀，选地儿，我操，我不选了。你选个屋子好走的地方。那他妈人多。那，咱们去这儿吧。行，走。什么？跳。嗯，跳。给我吹牛逼的，你能跳到那儿去？我操！我怎么那么不信能飞到那儿？要不，咱们跳这儿吧，这儿，行吗？行，那块应该靠谱。那块还有车，那块有点远，有点飞不到。有人开伞荡了。不用，这块也还行。其实没什么差别，就去这儿，去完那儿再跑着去那儿。能到。这块儿好，这块儿。你还真飞到，我都没飞到，你就跑着呢。
咱慢慢来啊，慢慢来。我操！你说这块应该有装备，这块，而且它至少是个屋子。啊！哎，我怎么能把这个，没事。圈还行，这地儿还行。这地儿行。我已经肥的一逼了。是吗？嗯。那我去搜那个上面那个。今天没有超级星期天，星期天下周吧，下周有。我没有背包啊，我捡不起来东西啊。哎，我找着一个。我有四杯劲儿吧？你要吗？我有四杯劲儿。我有四杯劲儿。你看这还行哈、啊，能捡俩四杯劲儿，就是感觉能养活咱们俩的衣服。活了，还不用看见人。这有一把那个 UMP9 有。你也那我拿着。我有两把 UMP9。我有一把 SCAR 你要吗？行，我可以要一把 SCAR。就在我这屋。记一下这个位置。你怎么跑那么老远了？啊，这上面的房子你都收了吗？没有吧，我就看着感觉收了。我不记得了，我收没收。应该是没搜的。走啊，杀人去啊！哦，等会儿，我没有防弹衣，你有防弹衣吗？你看见有哪有防弹衣？我这屋都在我这屋，16和那什么都在我这屋。我跑过去，我给你一个快速扩容弹夹啊！啊！不行，你给我死盖的话，我没有快速扩容弹夹。哪呢？你在哪啊？哪个屋？是这个屋吗？我在我这个屋，就我旁边那大屋。我上厕所去，上厕所。你去上厕所去。上厕所。这死盖什么的在里边哈。哥，你他妈这死盖没有子弹的呀！我操！没有子弹啊！上厕所也好，别回来，就在这待着吧。
我给你扔的，哎，那个什么，我跟你说件事啊，你给我点子弹的子弹啊，我零发子弹了，给扔地上，先用了，走吧，杀人去，走，干死他们！你有冲锋枪的东西吗？我有，我没有。咱们别走轰炸区里啊！一会儿给炸死了，好不容易有装备了。没走，没看我避着走呢吗？对对对，避着走，避着走，别离那个圈边上远点。咱们一会儿再过去还来得及。对，咱们就绕着他这个弧度走。照着他这个边走，不是咱们就直接就杀人家了？你没装备你也想杀人啊？你咱们不再搜一下吗？这两间屋子你不要点一下吗？你搜得着吗？这那还有车呢，你看不着急，这有车。那走，再搜一下吧。我操！等会儿，玲，你是不是听见开枪了？没有啊，你还没听见？没有。哦，你那是耳朵，那前面有枪声。不知道。听见了吗？哥来了，听见了吗？追追追追追！追追追追追！追追追追追！开！开开开！他逼能让他跑了，他们血不满，他们肯定在打血。对对对，我打着他了，我打着他一枪。去哪儿了他们？不知道啊，就直着开吧，他们估计就在直着的地方。我找找。就你这么拐就不对了吧？啊？跟丢了吗？跟丢了。跟丢了。哎。这个房子我估计他们会去，哪个？就前面那个小蓝房。走走走，展眼。对，他们要去小蓝房，咱们应该能看见他们去。那咱们搜搜小蓝房吧。我操！车！哦，干他！哦，哎，哦，你打的是吧？我以为这块还有人呢。漂亮漂亮，附近人都知道咱们在这儿了。我操！啊，我跟张野啊。你就陪媳妇儿，我操！你可真行，你也不陪陪你媳妇儿，就他妈只玩游戏。我呀，对，我才不陪我媳妇儿呢！操，真牛逼！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走。你捡个啤酒包，红点啊，你要吗？先走，先走，先走。走吧，走吧。别这么着了，别这么着了！哎呀，你可教教我吧！这个车不能滴滴。哦，这是我操！我真的，我的血就慢慢就这么着撞没了。我跟你说，你有吃的
哎，你试试这东西，你电脑肯定一会儿就卡。你扔哪儿了？哎，你扔哪儿了？我操！哎呀，怎么着？我没扔呢。你电脑卡吗？我电脑不卡呀。我操！电脑不卡呀，挺好的呀，挺流畅的。哎，我一傻逼吧？你赶紧走！不是，这个电脑会卡的。你扔这东西不会卡，不会卡。还有一个呢。你别玩玩这个了，我看看外面有没有装备。我操！他老想车车车车车车！哇哇！他从我边上过去了，他想压我，幸亏我这桌子，我操！操！走吧，咱们。走走走。你现在两把什么枪啊？那个 MUMP9。哎，行行，咱俩差不多。哎，这里还一开始你点的蓝点儿、啊，还真是天命圈，是吧？对，不过无所谓，你也不可能在那儿一直待着，就这么。换那辆车，哎哎，阿达，我操，我被撞翻了。牛逼，天哪的，掉的，5.56子弹，我操，他有 M416，你决定不要这个玩意儿，要 M416。哇，他这个没有什么东西啊？哎，你有垂直握把吗？有，给扔地上。OK， 快走快走。哎，你有枪口吗？没有。行行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中间那个屋子，你看见左前方的那个屋子了吗？啊，这块儿，咱们去这块儿吧。绝对有人啊！这块儿肯定得有人来，我跟你说，肯定有人来。咱们把车停到边上点，然后咱们去这块儿，然后咱们假装不在屋里。咱把车停到他旁边，让咱走，咱不进去。别，咱们不对，那不行。哎，这有车。这有车，哎，就停，哎，不接就去这个，不去吗？哦，这个地儿是谷仓，没人去的。有人去，有人去，这不可能，谁去？车是刷的。现在就有人。那咱们走吧，那不在这儿了。不在这儿了，那就你这车停在这块儿，咱也没法在这块儿待着呀！我操，走，买呀！飞机。我操，这飞机飞的，我操！咱们在这么高的地方吗？
是啊，珠穆朗玛。他铁不扔了，他不扔。干嘛呀，美嘉？你要走我身上？那你不用捣乱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李林一。哇、哦，这不大树吗？这不是。人，这是核桃吧？这是，啊什么说话的这个？有人，啊，这是这个是那个谁？大树是吧？看见人了。啊哪儿？我操你你、啊！在那个在这个地儿，我问我给你标一个位置，蓝点儿。我操！我刚才竟然没打着他。哦，我看见他了。房顶上是吧？对。咱们这个位置就不用打人了。对对对，那咱们走吧。行行行行，走吧。带油了吗？没有，没有带油。车快没油了。你要狙击枪的枪口补偿器吗？狙击枪不要，没有狙击枪。咱们去这个屋子吧。这附近有地儿待着，有人。嗯。啊，这个石头还不错。但是后边来人就比较麻烦。后边应该不会来人啊。看人了，看人了！哦，看了。我操，左边来车，来车！我先让车过去，先让车过去。对对对，看见了吗？肯定看见了吗？下边摩托车。啊、哦！死了死了！我操，三杀了，三杀了，还剩一个。咱们去捡他们包吧。你那也死了？都死了。嗯，让他们打别人车，人家开的好好的，非打人家车。哎，又来车了，又来车了，干死了！我在远处架枪了，在远处架枪呢，在远处架枪呢。你过去了吗？过去了。摸过去了吗？摸。哎，你人呢？那个人呢？那个人就在树后呢。哪棵树啊？我打在这棵树，我打在这棵树上了，看见了吗？看了。嗯，哇，不在这棵树，不在这棵树，我给你报错了。哼。我这枪线拉的怎么样？我这枪线。可以。给我过去舔舔，给我过去舔舔。行行行，来来来，我那个什么，我都没有那个什么了。太薄了。我没有药。这人怎么这么穷啊？还有快速扩容弹夹狙击枪呢 ，SKS， 你要吗？不要，我有 M24， 但我没有高倍镜。那我拿了啊。拿吧，拿吧。
你要饮料吗？哎 ，SKS 那些配件没了都，你捡了是吧？啊，捡了。M14M416要吗？不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有 M416。那我还是用 MP9 吧。没事，你坐好了，你别碰。哎，子轩，你别坐，你别动哈，你别压着爸爸。对，别压着爸爸啊。S 方向。对，八，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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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八。要往下走 ，N 方向也有人、嗯。往那边走，咱们开车吗？不开车了，不开车了，不开车。要来这儿，来来这儿。不是这样的话，山上打咱们就很没辙。不是，什么？看见哪儿打着了吗？就在正前方，咱们直着，直吧。看见在那片树里呢，300方向。你要下去啊？下去吗？咱们等这圈，等这圈，等等我这圈啊！等这圈怎么办？咱们下去。我问我儿子下不下去呢，没问你下不下去。哎，咱跑进圈去吧。还得往上走。我没有药，你有饮料什么的吗？有啊，要给你，不要。快点，别过去，有一点点。你干嘛呢？把那个，那鼻孔都大了。我。先走。BWM。你往哪儿跑呢？圈里跑。那他刚才，你扔了吗？没扔。没扔了吧？啊，行。哎，这人是菜吧 ？AWM， 一枪没打到。对，而且咱俩都在蹲着站着呢。四个人了。他在上边。这 AWM 在上边。那咱们进去炮楼吧。这必有人。没办法吧，在这。给我一个量。扔地上。在这先等一等。你看，咱们这会儿没人吧？谁都不敢进这里边，能进去。下不来人了，打他吗？打。那他还没掩体啊，他这大招。死了。我打了他一枪，他就死了。他被别人打过了，但我没打到他。哎，这个。山上那个 AWM 在哪儿呢？然后得不停移动着。哎，那儿停一辆车很诡异，
你看见了吗？这边。我这里边有声。这会儿停辆车呢。S 方向有声。这个 AWM 在哪儿呢？这声也太响了。哎，咱们在这边太棒了，你这位置太棒了。咱们去前面那个岩石那块吗？等会儿，咱们去前面这个岩石后边，我觉得后边来人了。进炮楼了。干他们吗？他进炮楼了，扔雷了啊！一层大哥，他花了肯定。哎，后边，炸弹！他已经被闪瞎了。哇，你还不干我？我操！我 AWM， 他就是 AWM， 他就是 AWM。舔了，已经。你舔，他怎么没有劲儿啊？他只有 AWM 没有劲儿了吧？你舔啊！我就打，哎，我给你补偿剂要吗？不要！这个枪我扔你没啥用。哎，不看我在几楼？我往二楼扔两颗雷。是啊，我这一楼他在。就在这，哎，还剩八个人。SW 山上还是有人的。你看这远点吧，我看近点，让人吃了。165方向有人，就是树挡着，你知道吗？看见了。我知道。看见了吗？邪门叉的。死了，杀了五个了。我杀了六个，杀了六个。我告诉你，左边有人，除了原点，左边也有人，就这165方向也有人。哎，我那个点了他几下他就死了。咱们先进圈去那边那点几棵树吧，怎么样？现在二 v 二，咱们走那个手圈。我靠！走。就是165方向，好近，有一个，就是165方向，看见了，车后边，看见了吗？再打二吧，是咱们车后边，就车后边，车后，等会儿我喝个能量饮料。哎，你怎么打着我呢？你换棵树，你别跟我站一块儿，你跟我站一块儿没有那么身位。不是有一个近点有一人啊，兄弟，近点肯定是有一人，你听见了吗？哎，你为什么老打绷带呢？这些细节。看一下近点的人。近点那人我看一下，都击倒了。打一了，我靠！你吃鸡了？牛逼！我操！牛逼！我杀了六个！他们俩不是一队的，他俩不是一队的。啊，他俩就是一队的，要不然他怎么能倒呢？15还是18来着？下午15个，他们不信我杀过十五。我靠，你杀那15？有耶！可以，我去玩狼人杀了，英哥。行，去吧。一起玩。晚上咱一块儿。好，拜拜。拜。感谢卡卡送的佛跳墙。卡卡。
哎，这你们都没人我开，我没人怀疑我是开挂的，我这枪多准啊！杀二。是一对的哦，对对，是一对，是一对，是一对的，打了他之后都倒，要不然他怎么倒了呢？对对，他倒了倒了，是一对。我不说话了啊，我退了啊。哎，我跑了吧。嗯，哎，你就在这等着我吧，我到时候完事我来这歪歪找你，好吗？行，拜拜，拜拜。感谢小林叶送的两个龙虾。玩狼人杀去。我靠！但是他十五杀呀，这个很厉害的，杀的我都杀懵了。我来了。幺九七。多谢卡卡送的扶摇枪，多谢大家送的礼物。